落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膝盖的位置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你这个肌贴我到时候给你送20卷给你，你就以后往死里用，你这辈子的肌贴我都把你包了，你用我的小拍，我就把你这辈子的肌贴都给你包了啊。两边上网，后退一点。好 ，OK， 走。啊，你看这里都是他放的球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你放的，他放的球都比你近，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球放得近，你的拍面一定要平一点。这是我上次给你讲了，是吧？我没讲啊，好吧。啊，放得很好，退退退，来走。你看他的拍面，你看他的拍面，你注意看啊，他的拍面是不是很平？你的拍面是不是有点斜？对吧？斜他是不是就远？对吧？他斜就远，你平的话他就会近。等一下再试一下啊，挑球。好球，做得不错啊，拍子怎么样？你打出去的时候你费不费力？你觉得不费力是吧？那就可以。你打的时候费不费力？不费力是吧？那就要差25磅26磅就差不多刚好。如果你打感觉打，我操，你们打的球费力，那就是磅数太高了。如果你挑球搭球，你觉得弹性能把力量打出来，那就是还可以，知道吧？我到时候给你们写个祝福。然后你有什么要求啊？太粗了是吧？你呢？你也觉得太粗了是吧？好，